久久流浪的河口，让你心中充满爱，不让生命受苦，这难以接受。请收看祈愿法会特别节目。修者因生佛脉，观者要有静观。在已经连续进行到第五天的噶谦玛哈嘎拉大法会中，今日举行供养玛哈嘎拉的盛装金刚舞。这项修持除了和简装金刚舞一样具有见即解脱的特殊功德，法友相信只要亲眼见过修持，必在心中种下解脱种子，未来必定成熟。加上服装、面具、道具都很特殊，肯定是最具亮点的重头戏，也是众所期待的重点修持。法王加持金刚舞行者，原定上午6:30举行的法王加持金刚舞者，今日延后约50分钟，上午7:20法王才入场，接着一一为本日将修持盛装金刚舞的僧众摩顶加持，并给予红色加持带，僧众随即系在颈上，仿若把最新鲜的祝福和富足系在身上。随后感冒未愈的法王坐在场中金刚舞修持专用的小法座上，以浓重的鼻音兼夹偶尔的咳嗽，针对金刚舞的修持意义和今日所修各支舞的内涵，对大众做开示。金刚舞重脚步动作，模拟本尊护法身相动作，在许多经典当中都会看到枪和嘎的用语，它们的差别是什么呢？枪主要在于脚步动作，嘎主要在于手部动作。今天是枪金刚舞，所以重在脚步动作。金刚舞的内容是什么呢？这里主要是护法的舞蹈，舞者在修持中主要是模仿护法的相貌和动作。一般来说，金刚舞主要出自于两个传承，
一个是教主金刚持的序奠，另一个是过去祖师亲见本尊护法之后所流传下来的口诀，其中有许多护法守护佛教降伏魔敌的形象和动作的描述，这些都是珍贵的依据。金刚舞行者可以据以化作修持动作，修者身起佛脉，观者要有景观。金刚舞的舞者或瑜伽行者在修持时要清晰观想自己即是本尊，并且具备佛脉而跳舞，因此一切皆是本尊形貌和动作的展现。观众则要具备静观，不要当作世间表演，而是要想舞者即是真实本尊。如果是一个懂得密乘修持的行者，就能够带着密乘的静观而观看，这是非常重要的。密乘的修持主要是为了消除凡夫执念，因此修持者和观者两者都要具备静观。加持金刚舞者仪式即介绍开示结束，8:10法王升坛城最右侧高处法座，法座上随侍的还有国师迦叉仁波切、明鹫仁波切、波卡扬西仁波切、堪布东游仁波切等，年轻的竹奔德谦仁波切则单独坐在对岸坛城右侧主法座上，与法王的右侧法座遥遥相望。现场随即响起低缓鼓拔声及吟诵声，第一支护门舞的修持者在坛城最左侧哈夏马哈嘎拉多玛坛城前就定位。8:30，第一项修持抛掷多玛开始。修持僧众开始移动沉重高大的哈夏马哈嘎拉主尊多玛坛城，以2公尺的长号前道，在戴黑帽象征守门人的龙德寺金刚阿舍离为主后随，在后随司鼓、拔、唢呐、短号等黄帽僧队，数十位修持者绕圈一周后，哈夏停在坛城左侧。僧众开始快速念诵心经等做修持。9:20，第二项修持护门舞上场。在迎香暨仪仗队前导下，头戴黑帽，手持弓箭，时而摇铃，挥动黑色布旗，做扮演护门人的修持者上场，由龙德寺金刚阿舍离担任这个要角。由于上一次在同一场地，这个角色是由法王噶玛巴本人亲自担任，是知名度很高的角色。今天护门舞的修持因此特别受瞩目。这个舞蹈是由第三世法王噶玛巴让久多杰依据宁玛序典而编写，以下路舞、利摩舞和骷髅舞都属于护门舞的一部分。路舞9:35，护门人在法王先前开示的座位就坐，
第三项修持怒悟随即开始。二位头戴鹿角鹿面具的红衣修持者与二位头戴牛角牛面具的黑衣修持者上场，牛鹿两两一对做修持。怒舞之后上场的会是人数较少的修持，比较能看出个人造诣。只见修持者一次次大跨步旋转，脚抬得又高又稳，动作间的禅定力溢于言表，堪称兼具肢体美感与摄受力，堪称本日最美的修持之一。力魔舞十点第四项修持力魔舞，两位手持一金一银两面圆形法镜，头戴五楼冠愤怒尊面具的黑衣修持者上场，象征降服邪魔。十点十分，前两位离场后，再由两位头戴五楼冠愤怒尊面具、手持火焰象征物的红衣行者上场修持。十点二十分，第五项修持骷髅舞上场。四位头戴骷髅面具、身穿白底红线骷髅装的修持者，因服饰比较轻盈，动作也比较灵巧，全是四位骸骨空行。十点二十五分，护门人再次起身修持，接下来是一长段独舞修持时间。十一点，行者以马哈嘎拉的法器月刀切剁象征障碍的三角形红色夺马，表示净除障碍。侍者僧队再次上场，十一点十分，在鼓号声中圆满这场修持。黑帽持鼓舞，十一点二十五分，边倩寺僧众修持的黑帽持鼓舞登场。这即使是在藏地，都已经是失传两三百年的修持。这次在法王噶玛巴的努力和加持下，重现于佛陀成道的圣地金刚座，有教法珍宝失而复得的珍贵意义。加上边倩寺僧众都带着祈请天噶仁波切转世早日降临的殷切心情做修持，所以当行者们缓步绕行大祈愿会场坛城上方的巨型佛陀圣像，特别有种令人感动的力道。
接着25位修持者排成六列，静立修持，念诵从皈依发心四无量心到现曼达长短轨发菩提心文等课诵文。黑帽持鼓舞，顾名思义，修这支舞的舞者会头戴黑帽，手持鼓。这是第六世噶玛巴通瓦敦殿在噶玛寺时，大约7-8岁时亲见马哈嘎拉所写的仪轨，所以之后就变成冈仓噶举不共的。